この番組は今天烘焙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我们今天来吃一个点心，这个 Look at that， 它呢，我先说明一下，它里面是爆米花，真的要很小心，不然哦，一不小心就会阵亡。那我使用焦糖，将它们全部粘在一起之后呢，把它塑形成一个圆饼块。那再沾上巧克力，黑巧克力。再来呢，让它凝固之后呢，我们再用白巧克力来做一个小小装饰，就是它表面上这些条纹。切面就这样，我来吃一下。还很脆。真的好吃哎。那又简单。Look at that。哇。被焦糖粘在一起、裹在一起的爆米花呢，它酥脆感非常足，听声音嘛，哇，这么好吃，好，拜拜，就这样，自己去做了。